嗯，准备很久。老公跟女儿都来台湾支持，然后小庄为了他们这段。你这样说，我好惭愧耶。因为我今天晚上结束了以后，我其实约了我的好姐妹们聚会。哎，他们从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特别飞过来，然后我们好久没有聚，真的好久没聚会。我就跟我老公请假了，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饭店。你今天要睡外面？然后我要去跟我的姐妹。睡。那老公说什么？他说你就去呀。哦。哎，我做什么他都很支持我啊。对呀、啊，他跟女儿特别飞过来一个晚上而已啦，因为女儿、因为女儿要上学，所以啊，他明天就回去了，就为了我这个晚上。然后他都啊，他真的让我尽情的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我说陪姐妹，他就放我去了。对。你们等一下晚上要怎么、okay. 打算怎么庆祝？大家没有，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庆祝，我们就是聊天聊到天亮就这样。会喝酒吗？不会啦，我们都是妈妈了，我们都很养生的。对呀，养点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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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 吗？好了，有许茹芸在，我们会微醺一下。但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像菲菲也是，她也是特别提早从新加坡飞过来看我。李思松也是特别飞来，我的高中同学他们都来，然后像我今天晚上我就献身给我的姐妹，因为我们常常这样了，我们常常挤一个房间，然后我们三个女生挤一张床，然后其中一个可能挤不进去就睡那个地板或沙发，然后我们就聊天聊天亮啊，然后早上的时候就。其中一个就煮早餐给我们吃，这样通常像一家人。通常谁睡沙发挤不上去那一个是？我们轮流啊，哎，轮流，我们公婆轮流，我们都不想其他姐妹辛苦，所以我们都轮流。那有关心那个冰冰最近的状况？什么状况？就是恢复一个人的生活。哦，就是知道，但没有多聊。其实真的也没有时间，因为。他来了，我们一碰面就是我在台上，他在台下，也没有办法聊到。对，但我看他气色就是不错咯，然后他也好像要发片了，对，要准备发片，很努力的，一个妈妈。